爱为营由特伦苏冠名播出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嗯，谢谢石总。石总，徐雨玲是采访做的比我好，还是稿件写的比我好？确认媒体名单和发布邀请函都不是我的工作。拳击配汉堡，华莱士吃好。华莱士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真茶味，认真有味道。维他无糖茶带你进入正片内容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让大家久等了，我是实验。欢迎大家来参加名誉创发布会。实验这几年也算是风生水起啊。石家父子真是精啊，当时离开实验少了个大包袱呀。这个发布会的形式啊，一看就是年轻人的主意。小月，你不舒服吗？没事。嗯，你要是不舒服就跟我说。你是不是不太习惯这种场面，觉得有点闷？石总老看我，我有点怕。别紧张，他看的是我。他还挺自信的。今年云创也有许多新朋友现身，这些朋友都来自新兴的赛道，拥有着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这实验说的是乐安吧？名誉云创今年投资了不少技术公司，技术公司风险不小呀。这一旦成功啊，回报是很高的。实验精得很，用引荐技术专家的方式，以最少的资金获得更多的股份。这名誉的在逃太子爷有点东西啊，后生可畏啊。舒一姐，我有点闷，我能出去透透气吗？赶紧去，别走太远。发布会内容已过半，给大家一些时间吸收消化一下我们上半场的干货，也尝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茶点。更多内容我们下半场见。哎，他在台上还是很有魅力的。石总，你好，王总。你是财经界的记者吗？嗯，您是？哦，我是江城日报的记者，我以前也在财经界实习过。啊，这么巧。啊，那时候专题组的组长叫唐毅，您认识吧？他现在是我主编。那更巧了，我叫贺伯明，你呢？我叫郑书毅。啊，那我们加个微信，日后可以多多交流。可以啊，你扫我吧。我扫你。郑书毅，郑记者，麻烦过来一下。他叫你过去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嗯。
食言他吃醋了，他酸了。石总，找我什么事啊？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旁边那个女记者呢？啊？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女记者去哪儿了？叫我过来是为了打听秦时院。她刚才正在看秦时院。哦，你找她，她刚出去了。需要我帮你联系她吗？嗯。嗯。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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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。完了完了，这么快就要找我回去吗？喂，小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的大厅呢，我没走远。是要我回去吗？啊，你身体不舒服，已经回家了。啊，我没走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这么麻烦，不用回来了。舒怡姐，你说什么呢？身体要紧。你好好休息，那我挂了啊。哎，我哎，啊？石总，他已经走了。去哪儿了？你管他呢。他身体不舒服，回家了。他哪儿不舒服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他有总裁恐惧症。什么？就是看到你这种大人物，他就会喘不上气，胸闷气短。哎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，欣喜若狂，兴高采烈。石总，下半场开始了。难道我拿的是后辉女配的剧本？搞什么啊！还我咖啡！绝对的绩优股啊，这波横竖都不亏。前提是这只股票我买得到。欢迎回来，下半场我会为大家介绍几位云创重要的伙伴和朋友。接下来我会宣布一个对云创而言至关重要且意义非凡的消息。观世资本将正式注资明誉云创，成为明誉云创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。
下面我们有请观世资本的战略顾问玉游上台，跟大家一起展望云创与观世的未来。感谢师傅。观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创新和人才引进，未来观世也将与云创一起持续专注技术创新领域。在新经济的力量之下，原有的金融模式和旧的利益格局将被逐渐打破。很多企业在探索创新模式的时候，容易思维僵化，跳不出自己的企业和行业来看待问题。是他，很荣幸能够加入到观世，见证观世的破壁发展。还看，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！感谢大家到来，希望明玉云创与观世资本携手，共同攀登，续写新的篇章。我宣布本次发布会到此结束。副总，请您发表下对此发布会的看法。副总，副总，您觉得对云创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呢？舒姐，我有事先走了。那个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本次发布会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，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。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你们结束了？刚结束。刚才在台上发言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当然是实验啊，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为什么无论男女眼里都只有我小舅舅？难道只有我看见另外一个又帅又儒雅的发言者吗？秦时月，你哪儿不舒服？我没哪儿不舒服。第一次发布会你就偷懒摸鱼，秦时月，你是不是皮痒了？就小舅舅，你先撒开嘛，我知道错了，行吗？我看你是想直接来我这儿报道，是吧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一定好好上班，再也不摸鱼了。小舅舅，你就原谅我们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么多人呢，师爷你居然光天化日下勾搭女人，太要不要脸了！你就这么等不及吗？你要是不想我身份在我领导那边曝光，就赶快放我走。我还有点事先走了，下周请你吃饭，把采访安排上。看你把人吓的，看见你就跑。他跟你说什么？约我采访和吃饭。真的让我走了，哎，郑书意啊，郑书意，
任你稿子写得再好，还是被实习生比下去，智者不入爱河呀。全面营养百年精研，海普诺卡1897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郑书意超爱的胃口卫生巾，邀请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想等我回头先开口是不可能的，石燕，你休想。你站那儿干什么呀？欺负。走了，慢走不送。给你发短信你不回，给你彩虹屁你无视，你反而跑去勾搭一个看见你就紧张的出汗的女人，是我不够美吗？是我不够努力吗？还是说总裁都喜欢女人，你很怕我这一款？俗气，恶趣味。唉，不过我又有什么立场怪罪他？明明在争取的人是我，而他也没答应过什么。一场戏情绪八个起伏。什么？我说今晚8点有雨。那你会给我打伞吗？喂。嗯，你说。那先这样，挂了。
哎，我怎么又在你车里睡着了？等我很久了吧？你怎么到地方也不叫醒我？不久。算了吧。嗯？我是说，如果石总有空的话，我想请石总吃个饭。谢谢你今天送我回家。嗯，其实我正好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聊一下，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专题。甄记者如果要约我时间的话，可以和陈胜联系。啊？我还有事情。哦。啊，谢谢石总送我回家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刚才那么好的气氛，我提什么专题的事儿啊？走吧。不对啊，云畅跟这里是两个方向，他这么忙还送我回家，他忙了一天发布会还特地送我回家，其实他还是蛮体贴的嘛。你们好啊，出来遛狗啊，狗狗真可爱。这谁啊？不认识啊。等等，他前脚关心搭讪秦时月，回头又来送我回家，拖着我的头。他这分明是想脚踏两只船啊！算了，我又算什么好人呢？我对他也是别有用心的，我又凭什么来要求他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不对啊，虽然我对他别有用心，但我没同时撩别人啊，在感情上我对他是一心一意的，好吗？双晶骨营养专家，以爱为营，共成长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喂，出来喝酒？出来喝酒吗？不去，不去。啊？不来。不来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
不如我的男人，你可不能嫁。那我嫁你好了。好啊。想什么呢？像我们这种只爱自由的人，怎么会有结婚的那天呢？不知道怎么才能联系上那个人，问小舅舅会行不通吧？石燕这个小气鬼，大猪蹄子，怎么那么爱摆架子？让我跟陈寿约事情。小舅舅又是做了什么啊？会不会稍微过了点啊？妈。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见你那个什么老同事的儿子。我是已经分手了，没错。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这赛季之间还有一段时间休息呢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全听您的，行吧？我上班了，不跟你说，挂。上一期的杂志销量翻倍，大家辛苦了，继续努力。注意那篇实验的专访反响也很好，文章内容大开大合，精确犀利，在圈内也引起了很好的反响。恭喜舒毅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希望大家向他学习，再接再厉。好。舒毅。晚上你不请大家一起出去庆祝庆祝呀？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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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啊，舒毅，大家都跟你说话呢。什么意思啊？雨林姐，你在和我说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戴了降噪耳机，没听见。哦，是这样，大家都在说你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，写了那么好的稿子，大家都想让你请客吃饭呢。可以啊，你们挑地方吧。让开。所以我第一天上班，好几次叫他，他都不理我。是因为戴了耳机没听见，完了完了，我还跟小舅舅卖惨，结果小舅舅把他弄得这么惨，这是什么古早言情的误会桥段呢？傻了吗？小舅舅，你别说话，我在思考。你居然会思考了？我认真的问你一件事，如果我不小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了反派，怎么办？你有做反派的智商吗？你就不能先别挤兑我了吗？我今天才发现，其实我误会我领导了，他不是故意不理我的。什么意思？总之就是一场误会，但是我不好意思找他道歉，
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是我跟你告的状。哎，对了，小九九，你不是把人整得很惨吗？要不你去找人道个歉。你如果是个反派，开场三分钟就会被消灭。救命啊！我不会真的要亲自去跟人道歉吧？我秦时月活了22年，还从来没有伤害别人，倒要跟人说对不起，这也太丢人了，太伤自尊了。自尊首先得有才能被伤。秦时月，我劝你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了，否则被迫做反派的人，比如我，也有可能真的变成反派，针对你。南姐，你有舒逸姐的微信吗？你是说石燕也认识秦时月？对啊，而且相当关心她。这个女孩子可真受欢迎。哦，难怪她上次能帮你搞到邀请函，她家家庭条件应该也不错哈，所以才能通过上层路线进到你们杂志社。哦，石燕跟她都是熟人，那一切都合理了。也不知道熟到什么程度，所以你现在是在介意石燕跟他的关系？你在吃飞醋？吃醋？没有吧？但我对他是有那么点意思。你认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那你的专题怎么办呀？像他这种风口浪尖上的人，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，又有工作上的往来，一定会甚嚣尘上，说你什么的都有。而且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他的传言吗？之前是女演员啊，现在又和你的实习生不清不楚的。有些感情如果注定不能长久，还不如就别开始呢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感情这种事，顺应自己的内心就好。感情的事儿，真有这么简单吗？加，不加，加，哎，不加，不加，不加，加，哎呀，不加。秦时月，你要是再发出一点声音，你就给我出去。小姐，您出道这么多年，开过这么多场演唱会，那这次的25周年演唱会跟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觉得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是今年，我觉得我想用我的歌声，把所有的老朋友们带到从前，找回我们那些美好的回忆。所以今年我请到了国际最顶尖的音响啊、舞美还有灯光团队，我就是想让大家能有旧的回忆的同时，还有一些新的体验。听得我们更加期待了。差点忘了，本来是想抢来跟那个狗男人一起看，既然他不喜欢吃饭，那不如请他看演唱会吧，反正他也喜欢宋雨岚。
今天没有晚安，因为我很不安，我现在睡不着。你如果加一下我微信，我就睡得着了。喜欢宋月兰，哎，好巧啊！我也超级喜欢她，这些专辑我都有。你最喜欢她哪首歌？微信了，我赢了，他回应我了。嗯，还挺少女心的，就是后面跟的后缀有点骚。仅三天可见，还挺神秘。嗯，挺像是他的风格。终于等到你加我微信了。你要睡了吗？刚刚看见了这个，正在想要和谁一起去呢。你明晚有空吗？那明晚我们一起去。居然这么顺利就约到了，实验这是转性了吗？请问宋小姐，您出道这么多年，开过这么多场演唱会，那这次的25周年演唱会跟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一起看演唱会吗？但是三毛不是说过吗？如果不喜欢，百万富翁也不嫁；如果喜欢，千万富翁也嫁。感情这种事，顺应自己的内心就好。我这儿有媒体赠票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好，到时候见。
明天下午有空打高尔夫吗？月窗做